小学和日本人做一读册，啊，迄个时阵哦，我呢消息为什么入来？结果日本人，我是足济熟悉日本人啦，吼、哦。迄、个时阵吼、哦，当作因在上课的时阵，伊嘛伊个啊，伊拢日本话嘛，因要转去日本的时阵啊，韩国你得当去几年？哦，对啊，伊讲有限制啊。有限制啊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伊嘛是，但是输啦，所以伊嘛是拢平安稳稳的吼，艰苦虽然艰苦，但是这个消息拢会讲啊，啊，我拢会知影。啊，迄阵吼，你唔免讲啥啦，阮的家庭就比较对吼，较，最近较稳嘛。迄阵住伫个乡村啊吗？还是住伫？我伫基隆市呢。哦。嗯，阮爸爸迄阵伫糖厂，阮爸爸迄阵哦，读册读了的时阵哦，台湾上高级的迄个啊，喏，诶，高等农理学校呢，台湾迄阵比迄个较悬的都无嘛。哦。啊，迄阵读到毕业了，伊就入去糖厂，啊，所以阮爸爸要退休的，无，迄阵是做甲农务处、督导处的副处长啦，啊，要升级咧处长吼。都爱参加国民党，安尼才会去哩。阮爸爸唔买，恁爸爸就死都唔买。伊、日本时代是当厂，啊，跟国民政府来的时阵，什么是照常一直接的啊？哦，一直接的。但是伊都袂当，互你变哪款呢？袂当互你管啦。嗯。去个考场，拢无考场了吼。啊，迄阵伫南州。拄啊，阮爸爸伫热外遐转来了时阵哦，就去南州迄个做农务科长，农务科长了。迄阵吼，迄个日本收，投降了吼，阮爸爸未当随转来呢，差不多一年后才转来。以前人伫印尼，迄个热外嘛，小弟，早啊啦，早啊对啊，伫遐。啊！伫遐在做嘛？哦，派去遐。伊派去，阮爸爸，伊都介农历，日本人嘛是肯定阮爸爸。哦。有迄个学问，啊，佫是伊个脑筋足好。哦。所以讲派去遐，啊，管遐啦。啊，你敢有对过？无啦，阮太会当对过。哦。啊，迄个做那种，迄个所在酒店那种，迄个热外遐个迄个是，我属于酒个啥物啦，反正遐个王都对啦。嗯。啊，偌趣味，倒来讲吼，讲遐个代志吼，啊，遐个人是安那啦？日本人吼，对日本人足有礼貌，足，拢头壳拢未举起来。啊，阮爸爸迄阵哦，是啊，人用人差不多六七年嘞。遐个人我足笨蛋，洗衫干呐洗衫，啊，收衫就收衫，不衫就衫。哦。啊，煮饭吼，煮饭，足笨蛋啦。啊，叫伊吼做遐安尼济，啊，钱要较济，要互伊买。哦，安尼呢？啊，扫地吼，外口足宽嘛，迄个，啊，扫地就敢那扫地尔，我差不多六个啊七个。伊迄算较笨蛋啦，足笨蛋啦。伊讲，伊所以讲吼，免哪讲呢？但是呢，阮爸爸去啊嘛是人，阮爸爸人嘛是介贱嘛。嗯。啊，所以讲，因遮遐，遮我遐个人吼，要来，反正遐吼，俗的啥物呢？反你啥物？国家代志拢，阮爸爸在管啦。哦。要离婚啦，有罪啦，办啥物，拢总，迄个啦。阮爸爸较好，讲要结婚好，啊，你就是离婚。啊，伊得爱管人哦。哈。爱去管遐人哦。是啊。啊。啊，就是遮迄个安怎日本哦，这同事才甲派阮爸爸去。你上适合，啊，体格好哩，安尼，予大家看到吼。较威严。嗯。啊，都精神够好，啊，袂歪精神，那反正喏，啊，慈悲心。哦。啊，爸爸一个人伫咧遐做，啊，恁家恁。我伫台湾啦，啊，当时领薪水嘛。哦。台湾只。啊，迄阵是安怎去啊？坐船啊，是坐飞机？坐船啦。坐船过哦。啊，后来吼，安那样呢？迄个，遐趣味是安那样呢？迄个来吼，那个桂冠一。对，买入去要接，讲阮爸爸吼，住咧一二三，伊对接啊，大关，伊啊一关一关来过啊，对啊，去对接，
接到迄、那个，那就迄阵是咧大人就对啦，那就迄阵呢。你去找恁爸爸吗？啊？你敢有去找恁爸爸？我迄阵袂当去啦。啊！你要去见恁爸爸？我找啊！你读册，你想要买对？啊！无你讲你要见恁爸爸是安那？啊？见恁爸爸？我？嘿？无啊。拢无。无啦。啊！伊就伫遐咧，伊做人嘛有成功。啊！因遐来吼，啊，拢讲话吼，拢爱跪咧呢。哦。安尼，阮爸爸拢嘛起来起来，叫伊坐遐，唔敢。伊讲无要紧，我甲你讲，起来坐就是坐啦。嗯。所以伊伫遐风声嘛足好个啦。无人讲遐尼遐尼有量讲吼，普通是徛咧，跪咧啦，普通跪咧，讲起来安尼都徛咧，啊叫伊坐唔敢坐。哦，爸爸讲互恁听个。是啊，当然拢会讲啊，怪趣味啊。啊，后来，反正遐个人吼，即摆就是趣味啥物个咧。一摆吼，一个人两下阿婆入来，伊讲要离婚啦。啊，阮爸爸讲啊，是安怎才要离婚？伊讲，伊安怎讲咧？讲，啊，伊都有一个女朋友安尼，那就吼，伊先生啦。伊讲，啊，伊讲，伊即摆讲哪个啊？伊讲啊，是离婚是？恁是安怎迄个啦？啊，你甲我讲好就好啊，吼。我讲哦，啊，迄阵是嘛是未少岁嘛，毋知几过四五十岁吧。啊，伊讲啊，你是，伊讲啊，离婚这是第几摆安尼？讲第九摆。啊，伊讲迄是因太太甲讲的啦。伊讲第九摆啦，我啊，伊讲因先生伊嘛共款第九摆。哎呀，你看麦。啊，你呢？迄款的，迄个呢？啊，恁爸爸伊落尾去糖厂，是？我冇入糖厂。是因为日本战败了，伊才转来接糖厂的工课。都转来，啊，你日本这糖厂甲排过嘛？哎呀，系啊，系啊，啊是讲，啊是日本投降了，伊才转来。是啊，无转来变哪？啊，遐嘛爱结束嘛，然后啊，遐嘛爱结束。爱倒转来。啊，迄阵退休的时阵，恁去南州嘛吼？拄啊，因阮爸爸倒来了，都阮就去南州。啊，规家伙啊，拢过南州。当然是安尼，迄阵倒来都做伙啊啦。哦，啊有住宿舍。有宿舍啦，啊做拢无考证嘛，迄阵。啊，再过来派来，阮爸爸业绩就足好啦，伊能力都毋是讲普通个呐，伊会当做总经理个迄个呢，一家呢。啊，是到拢无处，独独处副处长的时阵咯，哎，啊，迄个处长是安那呢？无半片呢，唔知想读书也无读书，答案都唔办呢。同时，阮爸爸吼开要开会的时阵咯，阮爸爸无伫咧，伊唔敢当因啦。哦，顶袂晓，拢恁爸爸咧哟。啊，阮爸爸吼是安那呢？大汉到即马去农场，去巡农场，啊，一区去巡了了。都知影讲啊，即回吼会当收成偌济糖啦。嗯。拢甲伊啊讲讲历史啊，即分落农场遐咯，因拢所以讲大家拢足钦佩啦。伊讲吼，那遐尼准啦，看到就知影讲即。我迄阵台湾人优秀足侪呢。优秀介侪啦，不是干那阮爸爸尔啦。啊，恁爸爸无去日日白事惊啦，无白色恐怖代志。是安怎那闪会过啊？阮爸爸无参加日日白啦。等于伊是安怎会闪会过？无伊迄有计划性安尼咧谈。但是毋是，阮爸爸的人吼，介自卑啦。啊，迄阵是安尼，日日白来，拢台湾人要来糖厂，糖厂有一个所只有范围嘛，吼、嗯。啊，阮爸爸甲处长啦，啊，遐要安怎讲？店面的厂长啦吼。啊，总经理、经理人吼，啥物，拢做因遐嘛。啊，因遐个外省个呀。外省啊。哦。中国人嘛，啊，佮是拢山头个，拢嘛即个经理。山头个呀。山头人啦。山头人。嘿，山头人，伊个啊，中国遐个。系啊系啊。嘿啦，啊，都是含。啊，话会通哦，迄中国人来是拢讲啥物话，哪听个？嘛是国语啊。国语啊，毋过恁爸爸迄阵哪有接触过国语咧？台语啊，哈，用台语甲讲啊，听有听无？伊是在办代志嘛，即都安怎安怎？啊，你都唔知影，你都爱研究啊。哎呦！啊，阮爸爸代志，阮爸爸办代志，叫讲话嘛是拢用台语。是哦。嘿啦，遐
现在那个人王刚来，伊个伊个无法再弄着啥物，伊拢会用台语啊。哦，下底咱这做工课拢台语就会通啊嘛，啊是顶个顶管的人拢讲讲，好多中国话啦。可能比吧。哎呦喂，安尼哦。诶，我是毋捌甲问啦。啊，迄个时阵呢，阮爸爸嘛介自闭的人啦。伊讲吼，虽然二二八发生啦吼，中国人嘛是有迄个啦，好人啦。无害人，无害人的人，咱嘛唔好甲害人。对啦。吼，即袂使讲吼，中国人都拢崇拜，是安尼啦。啊，有好的啦。啊，所以阮爸爸吼，总也中国人拢甲一个建立宿舍吼，总甲拢甲。甲藏起来哦。总甲封起来，唔爱封入来。嘿嘿嘿。啊，大门也唔甲关咧。啊，即嘛，印度来啊，台湾只二二八，迄个就全部买。反正看到中国人都要拍都对。对啊，所以讲这个代志拢冲突起来。对啊，要拍嘛，我爸爸吼来时阵就甲讲啦，我爸爸吼有一个威严吼，咱在讲话时阵哦，大家会惊呢。伊讲伊甲讲啦，你唔好学白拍人啦，吼，中国人嘛是好人，我负责。即个中国人我负责，哦，假使讲做歹啥物迄个吼，我负责的。哦，你唔好安尼啦，咱较有理智咧，袂使讲恶白，看到都恶白迄个，好人歹人拢总袂安尼甲拍，安尼袂使啦，袂通啦。啊，所以总得乖乖去，迄个啦。啊，所以因只中国人拢感谢阮爸爸咧，连讲都无好讲着啊，从手遐外省人，你看。啊，安尼过来吼，迄阵就是啥物货呢？阮爸爸，伊是卖歪人啦。啊，二二八过了，就即马，对，迄个时阵拄当呢，吞厂的土地吼，介济嘛，有够济呢。啊，迄个日本时代就讲，啊，这是我的。对啦，迄拢用讲都是因的啦，用话，啊，这话咧吼，实在这只是我的，大家嘛尊敬，讲都对啊。对对。啊，讲回来，迄拢无登记，无登记的时阵哦，阮爸爸拢迄个啦，拢个无，到底恁的地是几多的吼？啊，阮爸爸吼，拢个，拢到规日个登记，拢看你的路子阵，拢登记哦，遐迄个农民吼，我讲咧我。假使讲你公司个拢甲接收来吼，可怜啦，袂使啦。啊，若为遐吼，说讲会使讲几千块呢，或者农民吼，休了咯。搞过阮爸爸讲，阮爸爸外几千块迄个啦。什么够上啊？过阮爸爸，搁贪污啦，外过啦。啊，都冇用这招。哦，一直害呢，啊，搁在教尾人还干那呢，讲。阮爸爸是台湾独立的主席啦，都好啥物啥物独立名拢都有啦。啊，遐中国的福救的遐人，说无出来甲救。我甲伊讲啦，所以有啦，后来吼，迄个叫做啥？即贪污的，即是犯另外啦。啊，迄个时阵都，迄个嘛是有去查啦，啊就是。总公司在台北，啊，总公司嘛，足相信阮爸爸啦，吼、啊，迄个因为，迄个都，因为阮爸爸有甲救一个啊，拢遐个中国人吼，所以伊拢有报告去店面啦。阮爸爸做人安那啦，啊，我迄阵是南州，后来都去到屏东嘛，屏东的中秋，屏东关只的中秋都对。迄阵你读册是读？日本找你后，叫了兵路啦，叫来去背。阿姨，国民政府的找你，敢够对你读？啊？国民政府来的学校。我嘛是爱读啊。安尼哦。啊，叫来吼，来了，你看麦。虽然遐尼好来讲，啊，搁一个问题是安那呢？小港遐吼，发现足大贪污啦，迄外省人拢啊，叫阮爸爸。无唔敢派别人去啦，叫阮爸爸吼去遐解决啦。啊，阮爸爸嘛是较自卑的人啦。现在解决安尼，就是因都爱感谢阮爸爸，搁再过啦。啊。因为安那呢，阮爸爸处理讲呢，你贪污遐规定一箍，他会使讲大家拢做伙啦。
总甲甲伊转紧啦，转啦，安尼袂使啊。啊，因遐就总起码尾就开始过阮爸爸，安尼敢对？啊，尤其是若无甲记，阁无甲发啥物，欸，他们遐尼大事件，伊都无要。哇，这中国人伫台湾先学爸母呢？学爸母啦，所以阮爸爸嘛是讲。讲起来，互国民党吼，实在无害到真正，伊个头壳吼，遐尼吼，遐尼人才咧，伊嘛无得，无得当。无得发挥啊啦！听你安尼讲嘛，应该知影，拢无得发挥。无得当发挥啦，啊！但是吼，民党总手的这建总经理吼，知影我爸爸的伊个实力，啊，伊个个性，袂贪污，袂歪过这个拢都足起个啊。做这个这款代志，拢有报迄个总部去啊，总公司啊。总公司，恁爸爸伊都拢做平安嘛吼？伊到伊几岁过往？哦，阮爸爸哦，身体是足足健康的人吼，所以讲吼，健康的人拄着病吼，较紧急，唔捌拍病啦。